四，嘉定区丰邦停车场开始罢工啊！开始罢工，开始维权。我们看看啊、哦，滴滴这些司机集体罢工了啊、哦！我们要生存，不要退出。修水的卡友们，我们需要你们大力的支持。我们要生存，不要退出。修水的卡友们，我们需要你们大力的支持。全国都在罢工啊，都罢工了啊，外边砸了十几辆了啊，都停下了，再跑砸烂了啊，人都砸趴下了啊。江西宜春啊，江西宜春现在全市罢工了啊！来，外地司机不要进来了啊，拿一个死一个，你看一下，棺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看看燕子这人厉害不厉害？人这是公路上，哦，人真厉害。我们合肥抵制云南在行动了啊！合肥开始罢工了啊！向我们和大合肥学习啊！今天成都火车大罢工，哎呀，过去到现场直播，啊，都转发一下啊。